然后也是回复说老师人超好的。同学说，我叫他起来，他就起来了，可是我还是揍他了。老师也只是说下次不要这样而已，然后也是回复说老师人超好的。有位洪老师开导，用开导这个词去就读潜能班。那在跟老师开导完之后，自愿愿说愿意去潜能班，我就觉得这是很诱导。关涉案或者是涉嫌的这些学生，我们都已经调查完毕了。我们是希望说，在学生的部分能够进行矫正，然后那个辅导。